董事长，你男生吼，你一定要把这只带回家。前调胡椒、兰博、佛手柑、小茴香；中调墨角兰、黑皮革、檀香木、雪松香根草；后调是醇香、乌木、黑炭以及琥珀麝香。你看到了这些香调，你可以在它的十个小时的持香时间里面，慢慢的去体会它，一支打遍全世界，有独特，然后有持香，有丰富的层次，然后你要扎有扎，要熟有熟，要质感有质感，要有那一种整齐划一的书香气息，也能够做给你。没错，彰化女生一定会很喜欢这个味道，一定会很喜欢，不然不会那么多女生来帮自己的另一半问这一支。